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今天帮你安排了一个赛前集训，走啊，真的牛啊，走走走，卷死他。哎呀，这半大神还是要看的。Later， 下一个出场的新人王是于冰。啊，随时准备。快点，快点，开始 ，1 2 3，不是。不是这样子，你要跨过去，跨过去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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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冰山一号于冰冰准备就绪。我去！啊！啊！冲冲冲冲冲！你这位女生的身材比往第一关硬。炸！你完了！哎哎！真的 NPC， 去去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加油！我要是能拿到这台冰箱，一定抽你。抖音火山版